来，大家好，我是 Remus， 今天又来跟你们介绍两款汽车 Toyota Vios G 跟 J Spec。我们先跟你们讲解 G Spec 的 ，OK？ 看有什么东西，我们绕一圈。原装的 Body Kit TLD Sport Rim Side Mirror 有信号灯，后尾 Spider 后尾的 Spider TLD 原装的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圈所有车的外观。等一下再跟你们解释里面的内置。OK， 现在给你们看里面的内置啊。OK， 哎，所有的车几乎有固车了哦。车里面美美。OK， 给你们看一下啊。OK，Dashboard。完好无损。OK， 原装 mileage。OK， 看一下它的 dashboard。啊，附上10寸的 Android player，Android 唱机。OK， 它的 auto gear 这边是 chrome 的啊 ，G spec 啊，原装皮椅。只是稍微小瑕疵，是座位这边 ，OK， 给你们看一圈啊 ，OK， 椅子驾车边是有稍微小瑕疵啦 ，OK， 稍微裂痕，给你们看一下后面啊 ，OK。附上全部啊 ，G spec 的后尾车灯 ，OK， 还行行，完好。TLD 的 spoiler，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快快联络我 ，Remus 啊，012-6822-007。这一款车 G spec 也是要出掉 ，G spec 我有两辆啦 ，OK， 一辆是 grey color， 一辆是 white color，OK， 所以现在给你们介绍看一圈 G spec 的车 ，OK， 还有一辆刚才有讲到 J spec，OK，、okay, 这一款 J spec 它是 convert 了 ，OK， body 是 body 的 gold color 这个金色它是 wrapping 的啊 ，wrapping 的 ，OK。啊，所谓俗称叫 J Sport， OK， 它已经有改装的了， OK， convert， 给你们看一下，后尾车灯也是有改过，前面 convert， TLD 的那个 body kit 一样咯， OK， 后尾 TLD 的spoiler， sporting 金色， OK。这辆给你们看一圈，也是很 sport 啦。这辆车它改 J sport 了 ，OK。给你们看一下内置啊 ，OK， 这一个就是布的了 ，OK。J sport 是布的啦，来给你们看一下内折。OK，dashboard 全部没有裂痕啦 ，OK， 所以还有原装的 mileage， 还有一样10寸的 Android player， 10寸唱机，这一款 J Sport 看到吗？它的那个 gear 这边就没有 chrome， OK， 里面原装 engine 原装。只是外观而已啦 ，OK，body 有稍微改 J Sport 的，来给你们看一下椅子跟前面跟后尾的椅子 ，OK， 看到吗 ？OK， 属于全部新新啦 ，OK， 这一款车它 wrapping 的啊，原装的是 silver color，OK，、okay? 它只是 wrapping 而已啦，粘纸啦。给你们看一下后尾的 ，OK，
Motorsport。 OK， 来，兴趣的朋友快快联络我。还有一款 G-Spec 白色的，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啊。OK， 这一款 G-Spot 改好了的外观， OK， 一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马上联络我了，了解详情或者需要 test ride 什么都可以联络我。OK， 我是 Remus 啊，012-6822-007，快快联系我，这两车都是要出掉。OK。OK， 好，这两次 J-Sport 这两个年份是2008年 ，OK， 2008年现在卖23000就要放掉了 ，OK， 卖价23000， 2008年，所以这一辆 ，OK， G-Spec 2011年 G-Spec 啊，31000放掉 ，OK， 所以还有一辆。也是一样 G-Spec， 也是同样年份，2011年。OK， 给你们看一下外观。一样有 Sport Rim。OK， 看一下你们的外观啊，看这辆车的外观。OK，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里面啊。OK， 门板星星。OK，dashboard 也是美美，没有裂痕。同样的原装的 mileage。OK， 原装的 mileage 啊。OK， 看一下原装的唱机，同样的有 Chrome 咯。OK， Gearbox 这边有 Chrome， Gearbox 这边，所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椅子。OK， 也是 Leather Seat 啊，皮椅啊，这一点，前面跟后面。看一下。OK， 两总数有三辆，它的简称叫故宫啦，这两车三辆都是故宫。OK， 所以刚才谈的那个 G-Spec Grey Color 的灰色2011年，跟这一辆 G-Spec 白色2011年年份一样，价钱也给你们一样哦，31000。OK， 讲过一次啊，白色的这一辆。2011年 G-Spec OK 31000，还有这一款也是同样2011年 G-Spec DLD Body Kit OK 也是给你们31000。 OK 还有一辆 J-Sport 故宫 OK 这一辆就给你们23000，有兴趣的朋友快快联络我 Remus 012-6822-007 OK， 快快联络我，安排时间看车。OK， 三辆啊。OK， 要快快出掉。OK， 谢谢各位啊 ，Thank you， 拜拜。